马太计划攻略之如何拆除建筑。在家园场景中点击建筑，会弹出建筑信息面板，点击面板右下角拆除按钮，即可弹出拆除信息确认面板。当满足拆除条件后，即可进行建筑的拆除。初始障碍物的拆除需要消耗一定的金币才能拆除完成。玩家修建的建筑的拆除不需要条件，并且会返还一定数量的修建费用。拆除建筑有利于开拓新的建造区域，或是更改家园的布局。